香蕉哥哥要邀请小朋友来当我们的超级贵宾，赶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这一首《悠悠 V V I P》。就超级 happy， 快点快点快来快来一起玩游戏。Hello Hello， 我的名字叫做茉莉。悠悠 V V I P， 心电感应有我陪着你。不管多远，心有灵犀不用说明。悠悠 V V I P， 心电感应发挥超能力。拍拍手，一起创造属于你我的回忆。名字叫做茉莉。九七九八九九，小朋友，接下来是多少？Bingo！ 真聪明，大力，九七九八九九是你考试的成绩吗？哎呦，当然不是啊！是我猜谜已经输给小朋友99次了。啊，所以如果今天再输的话，就是第100次喽。啊，拜托，千万不要啊！我们今天一定要拿出100分的努力，希望这第100次不要来。好，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一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咦，第一个提示是一个方盒子。嗯，这个盒子可以装东西吗？哦，那是当然的啦。可以装东西的方盒子有很多很多种哎。对啊对啊，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哪些盒子呢？箱子。哦，像箱子的盒子，还有嘞。玩具箱。玩具箱，还有呢？盒子。盒子。大
蛋糕箱很多很多哎。哇，小朋友答案真多哎。不过今天这个盒子可不是让你们装糖果、饼干和玩具的啦。没错，它是用来装很特别的东西哦。而且，大家一定都有用过它哦。哦，大家都有用过的盒子会是什么呢？赶快动动脑想想答案哦。方盒子，我知道了，答案呢就是。先不要说，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提示。好啊，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哦，大眼睛，神奇的大眼睛啊！今天要拆的这个盒子上面只有一个大眼睛呢。哦吼，只有一个大眼睛，我知道了，是大眼怪物。不是，这个大眼睛的东西非常好用哦，只要看得到的，马上可以咻收进来。真的吗？那也可以把活泼又可爱又聪明的大力放进去吗？当然可以了，赶快大力看这里，一二三，咔嚓！现场的小朋友好像有答案哦。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，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，猜不到猜不到，永远猜不到。聪明的小朋友，大声说答案是什么？我们的答案是照相机。是照相机吗？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有一个眼睛的方盒子，可以把看到的通通放进去。答案就是照相机。哦，他们答对了。耶，我们答对了。帮自己拍拍手。来，照相，咔嚓咔嚓，好帅哦！咔嚓咔嚓，好美哦！宝物是他们的呢。怎么又失败了？真是叫人伤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运还是不来临。这次输得惨兮兮。哎呦！海盗们，是的，船长，接受失败的惩罚吧。我们来照相吧。为什么我们要照相啊？因为是输第100次的纪念啊。好吧，来吧，咔嚓咔嚓咔嚓。最爱穿皮鞋和西装，每天吹头发，打扮成马豆的模样。哇卡萨卡哇卡萨卡，帅气的步伐。萨卡哇卡萨卡哇卡，时髦的酋长。用个葫芦叫萨卡哇，也可以上网打电话。穿毛瓜的大酋长，名字叫做哇卡萨。用个酋长叫哇卡萨。
首选大树玉荷包，岐山香蕉，大树凤梨，美浓木瓜，燕巢拔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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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高雄水果真好吃，咿呀咿呀哟，每天都要吃水果，咿呀咿呀哟，开外的凤梨，门外的木瓜，拔辣荔枝，红茶加金红茶，高雄水果带给你健康又快活，甜的香蕉，可口的莲雾，开外的凤梨，美味的木瓜。香蕉，可口的莲雾，凤梨，美味的木瓜，大家一起吃水果，咿呀咿呀哟，高雄水果带给你。